主料五花肉500克，辅料油盐生抽13香，辣椒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腌好的五花肉取不粘锅烧热，放进五花肉片，不用放油，依次将肉放进锅里，开中小火慢煎，拌面煎香煎熟。煎好的肉加点豆瓣酱干蒸，好下饭的烹饪技巧。煎好的肉加点豆瓣酱干蒸，好下饭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